球的吗？对，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不知道，他们是觉得可爱，就是。One two three。掉，哇哇，好好看哦！这个平常穿去游泳一定会掉。啊、开景第一排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姑娘放肆，我是 Ando， 我是 Mina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走，一起出发吧，来去石原岛。那我们这一集呢，跟着女孩来拍摄，独家视角，对，私密角度，私密角度，对，就是会由我这边来为大家揭晓，好吗 ？Go go， 死亡角度，死亡角度，不行，这边，哎，可以可以，我有打凤凰电波，我没有。Purple Lamborghini， Purple Lamborghini， 一拍，二拍，三拍，四拍。有人在偷懒，然后有人动作很大。有没有考虑？哦，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讲你？可以关起来。我们是背后领。有牛牛，好可爱，是黑色的。你们不要吓他好不好？是我们明天会吃的那个牛肉面吗？来，乌鸦一号。嗯。乌鸦二号。乌鸦三号。便秘的乌鸦，细白鲨哎、欸，白鲨湾的白鲨。被笑了，发生什么事情？观看者，观看者，他们要求的吗？对，他们知道他是谁，不知道，他们是觉得可爱，就是。One two cheese. Oh my god! Yeah! Oh my god! Oh my god! 太夸张了！日本澡堂是不能够穿衣服，不能够围东西的。那可以继续拍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感觉会很多人要哎、欸，差了一点，丢嘿，丢丢丢丢，哇、啊，日本的房间真的都是，就是长这样了，日本房间，国小 ，Donkey，Donkey，Donkey， 怎么你们精神突然来啦？刚刚不是都？我们是 Donkey 脑粉。对啊，你们刚刚不是要睡着了吗？有 Donkey 的地方就有我们，我们不会错过任何一家 Donkey。没错。好了，赶快去逛了啦。Good morning。大家早安。老板一开始就开始在。对啊，就要入你们睡眼惺忪的样子啊。我有梦到你。嗯。哎、欸，难怪，难怪他说梦话。所以你们两个在梦里对话。有可能梦里一起，我可能有陪你。哎、欸，那我可能是那种什么？石原港的港口。我跟你说，刚刚就是说他都一直没看镜头，只有你们三个一去拍他就看镜头。我说是不是要跟美女拍照？牛牛还是喜欢美女。后面的大哥也看镜头，对，他还摆 pose。海好漂亮哦，好漂亮的海哦。哦，漂亮！啊，你说的是景还是景？很漂亮啊，那海水是景漂亮哦，是景，对，是景漂亮，景很漂亮。王美真的不好当，尤其没有刘海的王美，真的是不好。他们顶多在这边凌乱，我在这边凌乱。中饭时间，我的阿萨伊粉，再走。感觉超好吃，满汉全席的概念，这是可丽饼吗？哎、欸，所以有汉堡，加汉堡排，还有小香肠跟沙拉。哦，它就是一个综合的 set。set、嗯。面好吃吗？没那么软，有一点口感，很赞。我们今天哪里不一样呢？不一样呢？哪里不一样？
我们两个一样，他不一样，就他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不一样，因为他是扶桑花本人。我们家去竹富岛那边扶桑花很多，他就是特意打扮哦，特意哦，做足功课，知道他们的花都是这种颜色。颜色哇，没有，他是金，他是超公子，风都是意，我的哥，你真的是。巨风之后怎么讲？可不不懂，可不不懂。他喜欢这样讲的。还有前面一个 slogan 吗？没有，是他们的团名。刚刚成立。望求后。巨风女孩的话，日本人懂吗？懂懂啊，怎么懂？可不就是巨大的意思啊。哦。还是他可能是在盛产巨风葡萄的。阿娜达达给诺，巨风加个子。阿达希望娜娜讲的。阿达希望。我们要去突袭隔壁房间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有重要的礼物要交给他们。我分来喽！你们房间也太乱了吧！我们检查一下。太乱了，这还没有整理啊，太乱了，鞋跟他是太扁的两种穿法。我来送礼物的，现在吗？马上吗？没有，就要不我们明天来，眼睛闭起来，好，我来看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内裤啊，要看吗？哇，好啊，来啊。内裤臭吗？就是昨天穿过。不是，你真的很乱呢。我就还没收没，因为这边就打不开，乱中有序。对，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乱中有序那个袜子。以防万一明天可能要穿，所以先那个。那个是小英的位置。乱中有序。这个等一下要用的。你们的玻璃鞋来了。你好丑哦！预备备，开始！啊，你社区第一名。来讲一下你们想要看到什么帅哥？刚刚不是说教练有什么小鲜肉吗？跟那个大男生。我的音有在准吗？确定我们有美观吗？呜呜，脱了脱了，脱了脱了，脱掉脱掉脱掉，咚咚脱掉。哇哇，好好看哦！这个平常穿去游泳一定会掉。是吗？海景第一排。没有，他高了，他没有，他已经疲力尽。怎么样？如何？来，打了多少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庭知道我们都要冰啊！我路途的那天请你接啊！哦，浪真的好大！对，哎呦，海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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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巴爹，干巴爹！他有在我们旁边，是你们去找他还是他？我们去找他，然后他也来找我们，因为他就游上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干嘛拿我手机？巴克伊德蛮帅的，他刚刚对我们笑，是不是喜欢我？或是我？一直是哟。爱摩一盖，摩尼盖，摩三盖，越来越多人了，是不是这样？爱丽丝。多少？Insta follow。Follow 姐姐。
可以了吗？两位老爷老奶奶。打太大力了，老哎。啊，吐痰吐痰吐痰。腰吧腰吧腰。腰腰腰腰腰去睡觉了呢。好，我要失眠呢。你是爷爷奶奶的看护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，闭嘴，闭嘴，爱假装的，闭嘴，爱假装的，闭嘴，闭嘴。好的，我们就要做真正的结尾。这几天四天三夜，感谢小英，感谢社区来当我们的来宾，也希望可以常常找我当来宾。如果是这种的吗？我们只是玩游戏，等一下好，已经是一个团体了，势必要在再威胁。对，这一次的体验应该还不错了哈，很棒很棒。对，尤其是我看到你们像海豚那样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蛮感动，是会觉得这个蛮有趣，但是好像又很多的话也是蛮累的啦。哦，对啊，就是可能要休息个两个月，心灵上的放松。大家如果来，可能就是时间上可能要充裕一点，但如果想要像我们玩的这么的精准也是可以啦，但就可能会比上班还累。这三天大概都只睡四五个小时，都差不多，我差不多三四个小时，对，就都没有超过，对，没有超过六个小时，偏辛苦，但是是好玩的，还是很值得，心灵上获得很大的满足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秀一段日文，来就是看看有没有日本的粉丝呢，可以来帮我们留言。Ski da da la， いいね押して，コメント書いて，シェアしてね。是的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有任何的资讯或是想要我们干嘛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我们是姑娘放肆，拜拜拜拜。你没有去？刚刚觉得我没有去啊？你看这个就这样子乱丢在这里，啊，不然他怎样放？可以这样子啊，或者是放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是乱丢啊，对不对？小小的是关于你，关于我，关于你。关于东雄，哎呀，假发啊！东雄要出人命了。